这脚趾怎么那么痒？会指甲就这样。我们家好像脚都这样的。不可能的，你这个是灰指甲。我这是灰指甲。对呀、啊。你看这里面这个指甲。嗯。都碎的，看到没？这边疼的厉害吗？里面都化脓了吗？嗯。好了。再给你修好看一点啊。嗯。这里硬，因为是灰指甲。那我感觉我的其他小脚皮还好。它有的是不传染的，传染慢，很慢的，有的就不行。那这个要我这个的话要治的话要多久？4到6个月。也要4到6个月。对。主要是我不经常在家。那不行。是吧？对，指甲留的长不短，一点都不短，还这么长呢。给你修好看点。嗯。已经修好了。嗯，你好了。它就是有点发炎，是不是？里面都化脓了。等一下啊，大概。